据香港媒体报道，熊黛林跟郭富城自06年因拍 MV 一吻定情，相恋七年，可惜天王嫂地位一直未站稳阵脚。近期更有报道指，郭富城难敌七年之痒，偷搭 TVB 女神苟云慧，更称二人密交五个月。虽然面对苟云慧威胁，但身为正牌的熊黛林两度现身郭富城演唱会，大胆高调采访。据知，原来47岁熟男郭富城很想生孩子，早打算于年中择日迎娶女友，甚至找风水先生求生子秘籍。不停不问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